一集团可以尝试一波。潘森进，潘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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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进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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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哎呀，左边。打不过小炮，看情况吧，小炮确实不好打。这只女儿眼儿插的可以啊，这眼儿插的跟没插一样。173延迟，为啥呀？什么意思？但我感觉不是很卡呀，也就正常173延迟吧。跟他干啊！谢谢。酷路德的电音小子，他没扣我。没扣出来，直接退。这游戏退游戏还得让我想五秒，干嘛让我想五秒啊？磨磨唧唧的耽误五秒钟时间，不是上头，你卡吗？没办法。你得退游戏他才能不卡，你没办法，没招儿。刚才那扣就差一点就出来，扣出来他就会跟我换，知道吧？扣出来就跟我换，我就塔下换他，其实没有任何问题，只不过没办法呀，那你咋整？漂亮，先杀小炮，可以，还能咋着不？砸不到就算啊！这蛤蟆没死，回上路收兵来。小炮死了，可以啊。这波能打赢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小炮太急了，他确实是急了啊、嗯！我们一反应不错，扣一下，平 A 平 A 吃药，平 A 平 A W 扣一下，平 A 一 A 吃药，平 A 平 A 接扣走位，平 A 平 A。来，哎，不急啊，他不急，我也不急，哎，我就都不急，我就不着急。你有药是吧？你有盾有药，我们不着急。花了，回家了。哎，让他以为我们回家了，其实我们没回家。
其实我们在这里偷吃经验，让他起飞。好，我们回来。哎，这回再回家。还以为我要上，我不可能上，他有 W， 我上去他就给我一挡，完事我们刚当一下，然后他一个小飞盾一个 Q， 我们死，那不能上，上了就上当了，刚才这是一定不能上的。还好，这也不是说对线对不了，可以，还可以接受。刚才从打他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对线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这把得出一个水晶瓶，可能跟他耗得出水晶瓶，不然耗不过。这波一定不要去支援，去支援直接炸，知道吧？一定不要去支援，一定要推兵线，这一波让他推兵线。不仅让他亏兵线，还让他亏塔皮，让你去支援。嗯，追吧，你追我你就别吃兵，看你怎么办。假装回家，其实不严。哎，好，他把大交了，这波可以杀 W Q 再转来走位躲一个 Q 一下，他把 E 还有 R 全交了，我们就可以杀他。着急了，被我们勾引成功了，他以为我没升六，其实我升六了。他以为我没升，其实我升了。快推，差不多，刚刚好，回家。800、300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。这把队友不错，有日女儿。我想想怎么办啊？有日女儿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出分离者。可以出个分离者吧，扫前排，这把出三项容易被秒，不合适，当个前排打打虚虚吧，就完事了。哎，这玩意儿可恶心了，我两个技能都能给我控上。我两个技能都能给我挡了，一挡挡俩。哎，瑞文的 Q 算不算是那个突进技能呢？算啊，瑞文的 Q 也能挡，那瑞文也挺被这小炮给克的。走，我们来一波啊，这波得过来了，这波得过来支援。来，先杀小炮 ，Q 带转，蛤蟆要踢。闪现 E 平给，哎呀，差点给我 R 飞了，我天哪！还好潘森给我来了一扎，他 R 都出来了，但是他死了，人死了 ，R 就出不来了，还
还能吃手塔皮，哎呀，虚富了。再见，假猴给我打的，1800，不行了，发育成这个样子就不能再出水晶瓶了，没有用了，那就对线期要结束了，不出那玩意儿了，对线了，亏350块钱。往这边走啊，漂亮，也不算太漂亮，漂亮但没有完全漂亮。嗯，干啥呢？打他，现在我们已经不怕他了。卡牌有大，我撤了。啊哈哈哈！我不上，我就E你，再抠你。A。哎，点燃接扣接钻起来 W 溜平 A 再钻，直接扎死蛤子被我断掉，包女儿给我杀，我给你扛塔来，漂亮包女儿，打峡谷也行，打峡谷，你们打峡谷，没想到居然草丛里边有人，哼，我都不知道草丛里边有人，还有意外收获，哼。看看卡牌的位置，千万别让卡牌能赶上到我们。摊个一血塔，怎么了？干啥呀？这还追呀？我回家了。哎，要不然我还来个水晶瓶嘛，我蓝不太够用，你像这种出装蓝量是不够的，我搞个水晶瓶蓝够用一点，多给我加了37210，我相当于出了半个女神之力，嗯，还行，再来个黑切，黑切太脆了，没有用。嗯，况且他们不用我出黑切，对吧？黑切一般都第三件出，第二件不那么着急。他这没啥护甲，他是一碰就碎，他才九级，他单打都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你看，我打他都随便打。你们这就有点过分了，你这怎么叫人呢？上来给了我一脚，从屁股后头给了我一脚。但刚才这波一换二，换就换了，无所谓，哎，无所谓。潘森上路兵不收，我回去收的。
投降了，把我杀完投降了也行，没关系，直接开 R 好了，瞎着摸出来不一定能踢得进去，没给我反应时间，不是说直接开 R， 没给我反应时间。